米迪亚兰丹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拉萨的志愿者，我是叶双华。我要强烈的来呼吁大家加入凯拉萨的居民。那么什么是凯拉萨呢？凯拉萨是未来人类的国度，是走向进化的下一步，它能够让人类超意识突破，还有就是和平发展以及很和谐富足的新文明。在凯拉萨，我们携手共创未来，我们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时间花时间，有智慧出智慧，我们集结了所有的力量，在为凯拉萨的事业做贡献，为人类创建最好的家园，给自己还有家人最大的祝福。在凯拉萨呢，我们有丰富的课程以及活动讯息，各式各样的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成长，一起丰富他人。凯拉萨是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和祝福，欢迎您一起加入凯拉萨居民，赶快注册吧。米迪亚兰丹，谢谢大家。